上你的奇艺高超，神中有三头六臂，亦非是皇上你的对手的。倘若金兵似江大人捉棋一样，让皇上痛快地为天斩杀，那便谢天谢地了。魏将军啊，你明就赞皇上他奇艺高超，但是暗你是说皇上他抗金无能啊。最有能莫过于口是心非。你跪下。我是叫你吓跪下。皇上，魏将军，你讲得有道理呀、啊，真英雄。启禀皇上，有新鲜事啦，可以开心解闷啦。朕冇兴趣。皇上啊，咧小时候常与你下棋坐落嘅游福公主咧，从金邦那边逃回来了啊。游福，系啊，快快宣他进来呀。知道。小三子，在你曾在后宫侍奉，你看他哦，从相貌上睇，真似有福啊！哦，只不过，只不过嘛，你从相貌上看，你像个男人啊，但实质上。你又不完全是个男人哦，好机智，好泼辣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！皇上嬲，真的也是假；皇上喜，假的也是真啊！哎呀，皇上啊，佢嘅相貌似游福，连说话脾气更像游福啊！是似游福啊，抑或是游福啊？哦，是实实在在、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游福公主啊！假包换，哼！眼前已经是第二个自称游福公主之人啦。第二个？冇错，一年前就嚟咗一位假公主。当场避他，怎样？避得一掂，刺死那个冒名顶替、欺君犯上的恶妇人。
人是哦，他就是曾令金人丧胆的韦少王将军啊。韦少王为何失措？